到孟罗克下方船点。下。右。右。小心躲过泥人，前往中间船点，进入刺客工会。记得先把技能点点完哦。与工会员对话 ，Enter 到底。是的，我就是为这件事而来。自动传送到登记处，往右边走，靠近 NPC 自动触发对话 ，Enter 到底。往上走，自动触发对话。这种杀气我是不会害怕的。已经够了。回答问题，我会将答案参考网址放在下方的影片说明处。回答完问题之后，点聊天室进入下一个考场，只需要注意两点。第一点，急杀转职试验用样本六只。第二点，小心别掉到凹洞。完成之后，进入下一关，靠近 NPC 自动触发对话 ，Enter 到底，接着往下走，闪避怪物，速速往下冲。靠近 NPC 即完成关卡，进入下一关，往下走几层。进入最后一个关卡，隐形迷宫。靠近工会长，自动触发对话，可以 Enter 到底就好。后面点慢一点，能选择想要的武器，不介意武器的话就 Enter 到底吧。目前笨拙还有点价值啦，一等四动武器，所以我都会选笨拙。对话完成后，取得武器以及泯灭之心，自动传回刺客工会。泯灭之心不能弄丢哦，弄丢就卡对话，只能重来了。与工会员对话 ，Enter 到底，即转职成功。